汪思思呢日就出席环保活动，佢话仔仔而家已经开始唔黐佢，放假识得自己安排节目啦。我唔担心，但系好 sad 咯。我当然希望可以成日同佢哋一齐咯。不过早几日母亲节就当然都有同佢庆祝啦。丹爷近排忙住拍戏，都有同佢食饭噶。佢就有送花啦，咁同埋都有送礼物，佢送只电话俾我咯，叫我影啲多啲靓相。今年我仔女表演俾我啦，咁啊 Jasmine 就唱歌，仔就弹琴啦，咁再写卡咯咁样。丹爷拍紧嘅新戏有唔少动作长片，思思都有啲担心，叫丹爷小心啲啊。要啊要啊，系啊，今次我去咗片场都见到好犀利咯，呢一部动作戏好多新动作。咁其實我見佢呢排都好辛苦，好攰咯。咁翻嚟都唔敢煩佢啦。